睡不着吗？吵醒你了。想什么呢？跟我说说。没想什么。你这个脑袋瓜，就没有停转的时候。我在想，这次回城，还会有他人对你不利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只是我还没有证据。可是，这么好的夜晚，难得温香软玉在怀，不说这个了，说点别的。有件事我想了很久，这次回宫复命之后，我想辞官，带你隐居山林，从此我们远离凡尘，不问世事。春夏赏繁花似锦，鱼跃虫鸣；秋冬品鲜果佳酿，围炉夜话。你爱写字，我便为你盖个木屋，为你藏书万卷。书读倦了，我带你上山打猎，下河抓鱼。这样的日子，你说可好？此话当真？你以为我是在哄你开心？这字字句句都是我肺腑之言。那时候，我以为战死沙场，为大晋捐躯，是我最荣耀的宿命。这一战不同，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句话：我不能死。如果我死了，谁来照顾兵丁？天下能者千万，谁都可以做陛下的镇北王，但兵丁的储备间只有我一人。此生我不能辜负。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吧。